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炎炎夏日，消暑就成了工作之余的必要活动，消暑的方式也是因人而异。有人喜欢到海边享受和风暖阳，也有人喜欢泡在泳池里享受休闲时光。不过说到消暑，水上乐园肯定不能不安利了，毕竟水上乐园的娱乐设施也相对丰富，不仅深受孩子们喜爱，大人们也能玩得很欢。不论是水上滑梯、汽艇还是漂流，都能瞬间俘获游客的心。在韩国水上公园，有这么一条被网友传得神乎其神的水上滑梯，据说坐在滑道上的瞬间就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，滑行的过程也十分紧张刺激。其实从外面看的话，这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封闭式滑道，但从入口往里面看，橙色的亮光把整个滑道映衬得如同岩浆涌动的地底隧道一样，加上入口湍急汹涌的水流，好像随时都准备好要将游客吞没一样，确实有点惊悚。其实这个滑道入口的水流量是充分考虑到内部设计，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，也避免因为水流冲力不够大导致游客堵在滑道里。而且整个滑道曲折蜿蜒，让人完全猜不到自己下一秒会身处何处，第一次玩的游客难免都会紧张。不过其实滑道的尽头是一个大泳池，在体验过滑道的惊险刺激后，可以在泳池里调整一下心情。这么有趣的水上乐园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想不想也去尝试一下呢？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哦。